Hi, I'm Captain Gus Anderson, and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on board the fantastic, amazing Hormone of the Seas. Come on a cruise. We're here. 皇家加勒比邮轮的海洋和月号将于5月29号处女首航。这艘是全球最大最长的邮轮，比巴黎铁塔还要多50米。有几长？等记者带大家由船头行到船尾看看啦。这里足足行了三分几钟才行完。船上最瞩目的当然是 The Ultimate Abyss 啦，全长216尺，高100尺，是全球海上最高的滑梯，但是滑下来只需要10秒，速度真的很快的。你听一下尖叫声就知道几好玩几刺激啦。而隔离 Ultimate Abyss 就可以玩 Ship Lie， 虽然只有20几米，但是凌空9层楼那么高都咪话不怕啊。除了刺激活动之外，其实船上都有其他静态的活动的，就好像这个 Central Park 那样，超过12000棵植物，吃完饭出来散个步，欣赏下些花草树木都挺惬意的。另外 Bialik Bar 都是船上其中一个必去的地方，只要输入你想要的饮品，机械臂就会从过百种列晶、果汁等材料里面帮你调制出你的 order，整个过程好得意噶。最后就同大家推介呢个船上必睇嘅 show， 著名美国歌舞剧《Grease》劲歌热舞，唔睇就走宝啦。